Hello， 今天吃一份炒饭，还有鳗鱼，这个是青团。里面有葡萄冰。这块烧焦了，这个是河马的青团。里面包的是肉。这个是流沙爆珠的，梅干菜肉的。你们猜一下这个青团是什么口味的？绝对想不到的，这个是螺蛳粉的青团。真的有一股臭臭的酸笋味。但是还蛮好吃的。
拜拜。